请问蛇蛇木槿胖了多少公斤？我想请问风堂岁月。我想问蛇蛇木槿贝蒂咪咪蛋哈纳比泡泡木槿木槿战马变狼猛加毁。问战马对闪电狼这一次夏季赛的排名信心如何？我对我们这次闪电狼夏季的排名就是一定是第一名，就我们会尽全力去达到这个目标的。咪咪蛋，我听说你最近韩服登上了精英，那问一下你的斗士到底练好了没？跟之前比的话，应该是好了很多，但应该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。我想要问哈纳比，就是他走电竞这条路，家人是给予他支持，还是他自己坚持要走，然后后来也证明给家人看他的实力？就家人一开始其实还蛮反对的，只是就自己坚持就先进入，然后现在我家人也很支持我。我想请问风堂岁月多久洗一次头发？基本上每天都会洗吧，每天晚上都会洗一次。为什么风堂那么胖？啊，你说刚刚他说？他说风堂为什么那么胖？再胖也没有他胖。想知道我回答粉丝什么问题吗？请记得锁定下集的《电狼猛掐毁》，记得 follow 闪电狼的 YouTube 频道，然后也要打开小铃铛，才可以得到最新的影片通知哦。拜拜。